我不是法师吗？你是射手啊？真的不玩。萌探未公开之我们的小白兔颖宝，你是啥呀？我是那个狄仁杰。狄仁杰是这样的？你是？我是公孙离的玉兔公主。你特别像那个玉兔精，就是那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是谁送你？哇，这更像了。乔木姐这个也好好看。哪个？乔文是吧？能认出来吧？嗯，乔文我上午见过了。哦，你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好好看呀！你是谁呀？我谁呀？伽罗。不，哦，伽罗。伽罗。哎呀，好好看呀！哎，你还有一个这个印度少女。你打不打王者荣耀？我不打。我也不打，所以我也跟不到是谁谁，但是我就挑了一个，看了他那个皮肤。你好适合这个啊，你走了一个印度风哎，所以真的有这个皮肤啊，新出的。我是射射手，你是法师啊。我也是射手吧。我不是法师吗？你是射手啊？真的不玩。娜姐是云音，那么巧，我第一个选择想说用云音。不愧是好朋友。到选角色的时候，我们就进他们那个页面儿。挨个看，我在那挨个角色看他有什么，他下面有很多皮肤的选择，就看那个皮肤。这个，我就这个吧，接个假辫子就好了。你试一下，行。放到哪儿像那个？光点光的问题。那我们在这儿，这样呢？在这样呢？咱们三个是红红绿绿的，因为他们的白头发跟这个就不像，我们是古装。哦，这张大家觉得呢？因为我觉得这张挺好的呀。哪个？这个。你就发这个呗。有一天我带着女儿去逛商场，然后那个小女儿看到有一个你那个广告，妈妈。我说，是的，就是妈妈。